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嚟到 Joe's Toy Store。咁今呢个星期呢一集咧，就唔会讲一啲产品介绍啦，反而会系介绍俾大家听如何防止网购嘅时候俾人呃。原因就系因为而家好兴网购啦，咁亦都因为物流嘅关系啊、价钱嘅关系啊，所以制造出一班新嘅骗徒嘅手法啦。咁佢哋点样做呢？就系、是他哋會一個以好優惠嘅價錢，可能淨係得200件俾你賣嘅啫。咁呢個價錢可能係比正價係可能係減30%啊，至50%啊，或者不等嘅。咁佢點樣做呢？就係貨到付款，咁免運費添嘅。佢哋會咁，所以咧基本上咧就係速遞啦，會送件貨俾你。咁呢個速遞係真嘅，係真嘅速遞員啦，速遞俾你。你去簽收，然後之後咧，速遞就會問你收錢。你收你俾完錢之後咧，咁嗰件嘢咧就係你噶啦。咁你會發現咧，就係當你打開嘅時候咧，根本就係同你網上買嗰樣嘢咧係唔一樣。咁譬如話你買一款錶啦，咁你可能話買呢款係有藍牙啊，可以睇 message 啊，電話啲 message 啊咁樣嘅。但係嚟到嘅時候咧，可能係一隻玩具錶啊、膠錶啊嗰啲，又唔係電子啊嗰類嘅。咁但係你有冇得追呢？其實你冇得追嘅，原因就係因為當你簽收咗之後，嗰件嘢咧就係你噶啦。咁大部分人，我諗99.9% 嘅人啦，都唔會有啲閉路電視啊咁樣噶嘛。咁所以基本上你一收到，你自己一俾埋錢啊，打開個嘢，打開個箱，發現係錯嘅咧，你冇得走噶啦。咁但係呢啲騙徒仲會點樣用呢？就會點樣做呢？佢哋就係會用另外一間公司製作的影片，然後完整地去 copy 出來放在他們自己的網頁上。那你會發現這個網頁呢，只有一個產品可以賣的，就是他想騙你的產品。那買完之後呢，他會給一個限定時間給你的，譬如說你上到網頁可能只剩下1日半這樣。咁一過咗一日半之後咧，其實佢哋就會轉一個新嘅產品，而你都冇辦法可以追得翻嘅，冇辦法可以追得翻呢間公司啊，然後嗰啲產品，因為佢會話：，我冇賣啊咁樣。咁所以會好麻煩嘅。咁所以咧，我一間亦都會有另外一條片啦，就俾大家睇下網頁嚟嘅。咁你會見到係咩情況啦 ？OK， 嗱，咁我哋呢一度咧就係第一個例子啦。咁你會睇到呢個網頁咧，淨係得一個產品賣嘅啫。咁你會睇到佢係原價就係1640，而家變到820啦，咁即係 total 減咗 50% 啦，即係一半啦。咁直接呢度直接購買啦，呢個位。咁然後呢亦都會標明係貨到付款啦，咁即係話其實你唔需要俾錢住嘅，係啲貨到咗啦你先至俾錢嘅。咁我哋睇下呢個佢哋嘅 menu 啦，首頁關於我們購買須知服務條款咁樣，咁冇咁特別噶啦。咁呢一度咧就有介紹產品嘅，全部都係介紹產品嘅。咁嗱下低啦，就係冇乜特別嘅嘢啦。其實，咁第二個例子啦，就係呢一個啦。咁同樣又係貨到付款啦，又係成個網頁得一樣嘢賣啦。咁呢個就唔係半價啦。就多少少啦，差唔多諗60-70%到啦。咁同樣都係一模一樣，但係呢一個咧就冇介紹產品噶啦，淨係得咁多，都係貨到付款啦。講咗呢個就咁嗱，第三個啦就係呢一個啦。話賣呢只錶啦，咁你會見到上高呢一度咧就會不停show 一啲人名啊，話多少分鐘前購買咗啊？咁如果你自己上到去呢個網頁嘅時候咧，或者揾到呢啲逗留半個鐘啦，你就會發現下低呢一個咧就話馬上搶僅剩75件，根本呢個數字咧係冇變過嘅，純粹呃人賣嘅啫。咁呢個價錢咧當然好抵啦，1999而家變4888咁樣吸引啲人買，又係貨到付款嘅呢、這個。咁你會發現咧，佢呢個網頁咧直情都唔會提及過呢隻錶嘅牌子啊，或者名啊咁樣，所以實際嚟講，你唔知道你自己買咩嘅。咁我哋再睇翻之前呢兩個啦，其實佢真係有講嘅，有講牌子啊咁樣嘅。但係呢一個咧就冇嘅。咁我哋落翻去啦。
你会看到它是免费送货上门，检收后满意就付款了，是特别活动进行中，讲明几时几时的，三日时间总共，sorry 不好意思，还有一日时间10:23，咁样啦。咁然后如果而家落单嘅咧，咁即系五日后到啦，可以。咁我哋再落去睇下啦，都系介绍呢只表啦。嗱，你真系会发现佢哋系冇提及过呢只表嘅名啊、牌子啊咁样，净系讲佢嘅功能啦，就系咁啦。即係講真，頭先啱啱閃過一下，有講明話兩分鐘啊咁樣。其實兩分鐘前啊，你已經睇緊呢度啦。我哋啱啱已經開始咗啦。咁所以你會睇到呢三種就係唔同嘅新嘅網上騙嘅手法啦。即係一個咧就係有介紹產品有講名，貨到付款啦。然後第二個咧就係，冇介紹個產品嘅，淨係得個名同埋價錢啦，咁樣又係貨到付款。第三咧，淨係講好多嘢，講明話幾時結束啊咁樣，咁但係就冇講個牌子嘅。